夏老师，你陪我去个地方吧。不行，要是被你爸爸抓到，被禁的只怕不只是你一个人了。不会的，你就帮我这一次吧，这事儿对我特重要。真的不行。哎呀，夏老师，我的好姐姐，哎呀，我保证不会让我爸发现的。你就帮我这一次。 好吧，但是时间不能太长。嗯，很快很快。秀秀，你找谁啊？我在找一狼心狗肺的人。我心里好难受啊！你陪我去个地儿发泄一下。啊。哎，秀秀。 重要的事情，你会忘？什么重要的事情？什么是你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？对不起，浩哥。阿九，有什么线索吗？你要我查的夏琳，早些年在南州的酒吧当过驻琴师。还有呢？还查到他的初恋情人。说下去。 就是你浩哥，这就是你认为重要的事情吗？你跟我那么久，应该知道我最讨厌的人就是自以为是的人。自以为是的人会害死自己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懂了，浩哥。 那你看南州那边，有时间你过去一趟，我要查清楚那个女人的去向。是，回去吧。 头在山路，不为觐见，只为贴近你的温暖。那一月，我转动所有经筒，不为超度，只为触摸你的指尖。那一世，我会转动所有经筒，不为修来世，只望途中与你相见。 这首曲子，我要送给一个对我很特别的人，送给你。
在你纤纤素手的敲击下荡起最美的和声，陈豪。哎，秀秀，你在干嘛？你干嘛呢你？林是谁啊？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别管。我为什么不能管？我是我妈的女儿，你口口声声说最爱的那个人是我妈，那她呢？她谁呀？她就是那小三吧？你就是为了她背叛我妈是吗？你把照片还我。给你，我给你，我还给你，还给你。你打我！你就为了这个女人，你打我？好，那你就找她，你永远都别来找我。告诉你啊，今儿我们这儿来个款女，正点小费给的那叫一个高，今儿谁绑上她赚翻了。那你去啊。哪儿呢？哪儿呢？哪儿那儿呢吗？哪儿啊？哟，这不那彪悍女吗？不会是来找我的吧？你看着我的眼睛。我可没出卖你啊！哼，我顶多就是把他带你家去了。我家？我家？你是不是要疯啊？我家？不是不是，放心啊，没到你家就被几个哥们儿给带走了。我对你真的无语，怎么我拿你无语呀？走了，回家了，到点了，收工，收工了。哎，那个男的不是咱们酒吧的把妹达人吗？嘿嘿，这下这彪悍女非得栽了不可。你真去呀？开心！我们不是你谁？哎哎，哥们儿，你信我，这妞不是你能蹦的。哎，不是，她是。妈，我。好了。你谁呀你？走了，秀秀，走了。对，是我。那个混蛋。什么？是混蛋。啊！我在国外给你打电话打不通，你为什么停机呀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啊？我放着直达飞机我不坐，我转火车，我背着爸爸来找你，你为什么让我找不着你呀？你为什么停机啊？你不是说好了吗？不是说好了给我打电话吗？你为什么骗我呀？你都骗我，你也骗我，为什么都骗我？为什么呀？你喝多了。
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家。我不回家。快点。我不回家。听话，走了。我不回家。走了。